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蘇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上礼拜六，印尼是发生真严重小 A 小大意外，计共是有125个人死亡。这场比较的起因是，当爪哇省一场卡球赛，地主队输去，有一个球迷总是去体育馆闹代志，站椅啊、扛杆啊，警方要用催泪甲塑胶弹啊，煞造成民众惊吓，全部拢真相出口的逃生，一个人摔来摔去，都有人跌倒，有125个人被打死。当爪哇省芒朗市的体育场发生人打人的意外，不少民众举蜡烛，向不幸罹难的民众致哀。因批评警方的做法是太过粗残，不过也有人反省讲，球迷反应敢是太过激烈。Harusnya sih bisa dihindari, terutama sih kayak fans jangan terlalu fanatik gitulah. Dan ini tuh kayak takutnya sih, saya sebagai penggemar tim nasional. 这场半世纪以来，全球卡球历史上伤亡上加严重的暴动，发生伫拜六暗时啊。伊当阵地主阿瑞马队拍输侪侪年来对手帕尔斯巴亚队了后。有球迷失去控制，怎冲入去球场内底起诉？关阿甲伊也是规个举起来上，警方无用护送球员赶紧离开。不过暴动为场内窜去甲场外去，有几啊只车去用烟斗放火烧。警方为着控制局势，唔那个关阿甲球迷喊，还搁伫个密闭场馆内底发射催泪加速，结果引起民众惊吓。大家是拢总对同一个出口去，结果发生侪侪人烧烟烧大情形，造成125个人死亡悲剧。Ya, bukan cuma di dalam aja, Mbak. Di luar juga penuh gas air mata. Di warung semua juga ditembaki semuanya. 意外发生了后，总统佐科威遂下令暂停加州卡球联赛所有比赛，而且展开调查，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彻底评估比赛安全性。Saya menyesalkan terjadinya tragedi ini, dan saya berharap ini adalah tragedi terakhir sepak bola di tanah air.Sportivitas, rasa kemanusiaan, dan rasa persaudaraan bangsa Indonesia harus terus kita jaga bersama. 这个爆发事故的体育场，刚来当有38,000人入去，不过算是加卖出去4,000张的门票。有关单位管理失当，警方应用的方式嘛无顾球迷安全，这拢是悲剧发生的关键。这嘛，让印尼卡球运动的发展增加一层悲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南美洲加勒比海邦交国黑地今年3月才宣布讲，老土症已经伫因国内长根，即阵算是爆发疫情，至少已经有7人死亡，而且因为当地黑土造成暴力问题，佮有石油燃料物价万行拢起，黑地四界拢有示威抗议，路障是阻碍着交通，海民众无法度顺利去看医生，染着老土症了后，就伫咧厝内死亡。其实黑地的老土症的疫情是对2010年开始的，对2010年到2019年超过10,000人染病死亡。当初是发生这个疫情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联合国驻黑地的维和部队垃圾水带病毒，才造成疫情大爆发。联合国嘛声称讲这是跟因有关系。另外，今年因为大水灾，1/3的国土遭淹了了的巴基斯坦，当地因为目无清气的水塘淹，搁咬蛇棒虫，恐惊卖出现老土症，也是马拉利亚疫情。海地在2010年1月遇到规模7的强烈地震侵袭，死亡人数估计有30,000至31,000多人。尾仔好亲像因为联合国派驻当地的维护部队，造成水源污染，引起科里拉的疫情，也造成海地甲附近国家超过10,000人死伫这种传染病。其中海地死亡人数差不多9,800人上济。经过真侪年的努力 ，WHO 这个国际组织宣布海地的科里拉疫情在2019年已经结束。按过一寡国际因素引起油价大起，输地配送橄榄水的物流业者无法度加清洁饮用水送去有需要的所在，这当时科里拉这种传染病扩散的主要原因。Ça veut dire c'est des moun là où t'es gain problème là où t'es commencé gain diarrhée ou gain vomissement y'a faible y'a perte de force pas gain moyen puis t'es gain d'envoyer au courrier non santé qui pipe avec vous côté que si t'es gain d'arriver peut-être t'es capable de bailler la vie。
欠缺清洁的饮用水，面临防疫重大挑战的一个巴基斯坦。今年6月的大水灾，全国有1678人死亡，其中南部滨海省份县德省有超过700死亡，是全国死伤上严重的省份。对这代志，伫县德省北部，也是首都所在地旁遮普省，为了凸显各省的和谐，决定分享比较优势的医疗资源。除了已经派遣296个医护人员扎高卡车医药物资去灾区协助防疫，后来阁会派2座行动病院，也甲更加侪医疗人员协助县德省以及灾情比较严重的秘鲁之省，防止水灾了后可能产生的传染病扩散。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银行透过经济调查，制造业认为因为关不了企业，经济恶化。非制造业是感觉讲，因为新冠疫情有转好，经济已经改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盖洛普九月底民调，总统尹锡悦的支持度剩24%，是伊就任以来上低，无支持的比率已经升到65%。英国《泰晤士》报道，过去捌做过英国内阁大臣的两个保守党国会议员，批评港党的首相特拉斯错误的减税政策，拖累整个保守党的名声和支持。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佛州州长抗议拜登的移民政策，把委内瑞拉非法移民送上包机，送去办公的五十人，包机费用要由州政府来纳，再强硬的罚款。移民嘛，加州不让政治提议。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武汉里的佛州至少造成58人死亡，灾情是有史以来第二严重的。观光景点萨贝尼尔岛，武汉了后是无一块完整的港市。台台有一只海洋研究船“新海舰一号”，九月二日在东部的海域做研究的时阵，去予日本的公务船干扰。其实日本甲咱的经济海域生态所在是真大块，对咱边啊这张图地，咱看到讲，这桥啊设这条线以西是咱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红线以东是日本主张的经济海域，等于讲是这中规大地拢是生态所在。中这条橄榄色的线是咱海巡定定的暂定执法线，或者讲咱的渔民伫咧橄榄色这条线的西边掠鱼啊就好。这回新海舰船挖进敏感的海域，都予日本的公务船干扰。咱咧发连南去咧解号的时阵，对方公布甲咱强调讲，甲对方嘛强调讲，咱咧这只海舰船是伫咧咱的经济海域作业是无违规。不过日本迄边嘛是无愿意退让，双方对徛10点钟，咱的研究船离开，日本船才走。也若是为着要避免这款情形搁再发生，但是双方都要超出专属经济区的范围。不过，卡里咧一定的问题，双方无法度直接谈判悄悄，恐惊是真歹化解。相片清楚看到，海巡华联南岛停止代代新海舰一号研究船，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舰艇的中间，气氛紧张。9月29日，代代研究船伫咱国东部海域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阵，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舰挖进手脚，随即向海巡搜救完。华联舰发现日本公务船在新船附近海域，即驱潜部署于新船与日船之间，并向日船广播该海域系我方专属经济海域，请日方勿干扰我研究船。华联舰大约伫中岛到遐，佮向日本公布主张这个海域是咱国的专属经济海域。日本也同款回呛，三只船都安尼伫敏感水域僵持大约10点钟，一直到暗时。新海舰一号驶离，日本公布舰才离开。因为那边就是有重叠的经济海域了。那两边都各有立场，那我想我们还是依照国际的一些惯例在处理。专属经济海域的范围是200海里以内。根据海巡署提供资料，新海舰一号驶入的所在，伫咱国专属经济海域。不过日本未设的专属经济海域有所相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伫专属经济区有管辖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台湾跟日本没办法去进行重叠专属经济海域的协商谈判，因为牵涉一个中国问题。你要试着去跟日本表达我们的立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到哪边。学者表示，为了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形，政府应该向日本事先协商，并且平等尊重原则，先达成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暂时性协议。记者综合报道。
罗西亚总统普京放掉要用核武器保卫领土，即阵美国是有媒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却强调讲，那是罗西亚用核武器攻击乌克兰，美国是一定会插手，甚至有可能会发动斩首行动，直接暗杀普京。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呛声动用核武，国际社会开始推演相关行动的可能性。美国中情局前局长退役四千上将佩卓斯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如果普京真正那做，美国甲朋友就会反制。Just to give you a hypothetical, we would respond by leading a NATO, a collective effort.That would take out every Russian conventional force that we can see and identify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also in Crimea, and every ship on the, in the Black Sea. But it's also desperate. He is losing. 东方问到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敢是会将美国甲北约加入战争？佩卓斯讲，这未触发北约第五条公约，因为乌克兰并不是北约的一部分。也毋过，美国甲北约有缘，有必要做出回应。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中，包括非核武选项的斩首行动，也都是直接走到克里姆林宫、台普廷。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批评相关的报道的斩首是妄想。文中所讲到的美。美国对俄国核武攻击的可能回应是疯狂的选项。乌克兰初二宣布成功解放赫尔松两个城镇，甲完全控制顿内茨克的物流关键城市利曼，也就是最近几礼拜在战场上上重要的成果。利曼зачищено повністю. Дякую нашим військовим, нашим воїна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Обговорили ситуацію на Запорізькій атомній станції, викрад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окупантам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ЗАЕС Ігоря Мурашова. Має нести постійно зростаюче покарання. 迄天，俄罗斯国营电视放出一段俄军甲乌克兰分离势力武装分子伫乌克兰反攻的同时，准备坚守利曼防线的影片。另外，电视台也报道俄罗斯宪法法庭迄天核准乌克兰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阿富汗是又搁发生恐怖攻击，嫌犯对首都喀布尔一间教育中心开枪。迄当阵是有几落摆学生在考大学的模拟考，学生开始逃命时阵，嫌犯搁引爆身躯顶的炸弹，上无是有35个人死亡。而且因为塔利班掌权了后，无要让女性读册，查埔囡仔就只好去教育中心，所以即个死亡的学生多数拢是女性。发生爆炸的教育中心厝顶现出来，干那剩骨架，空影影伊也无人坐。顶礼拜五，这个所在原本有500学生囡仔，当地参加大学入学的模拟课，无想到凶猛来攻击毁掉因的前程。死者大部分是甲男学生作为分开的女学生。一个现场看到的人是讲，轨道发动两届攻击，死者绝对不是官方公布的19个人。我们在دقیقا دینی صحنه که می‌بینی اینجا تجمع اینجا زیاد جمع شده و اینجا پیمرمی زده تقریبا 40 نفر اینجا کشته که اون نفرایی که میگه 19 نفر ده خبرها گفته کلا دروغ است وقتی که نفرات ترسیده دولت ترسیده که اومده که از دروازه بیرون شد خدا اینجا اظهاری داده اینجا کم از 200 نفر 200 نفر کشته بالای 200 نفر کشته و همسی به من باقوا کنا 17 خوی AR بانی این دارن دیه بونجن کاوگا چو شومشیمه ما شوخی میگد که ما بخونم بیم پس رئیس جمهور شم ما بخونم بیم پس یک وکیل شم که در ملت افغانستان اگه خدا لایق داد ما خدمت کنم代志发生了第二天，俘虏去到机场喀布尔基路，要求塔利班政府维护因的安全。这届爆炸发生在喀布尔西区少数哈扎拉民族所在地。较早逊尼派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都定定对大部分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发动攻击。去年五月，喀布尔西区一间高中的校门口，也捌伫放学时阵发生汽车炸弹攻击，至少造成55个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这届飞刀锁定塔利班。通知到即马也无法度上课的女学生，因为那是弱势当中的弱势族群。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中东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军事冲突的重点地区。巴勒斯坦的囡仔若是要去上课，拄到以色列军队就去轰炸落来检查，甚至校车卖去给军队压去。为着要闪军队的调查，囡仔只好走路去上课。听到这个声，就表示要开始上课啊！但是学校内面煞无半个学生囡仔到位。
这是中东巴勒斯坦西化地区的城镇西布伦。大刚早起，一群囡仔欢欢喜喜，斗阵坐车要去学校读册。但是车驶到半路，就会拄到以色列军队所设的检查站，车甲人拢去予以色列军人挡落来，定定一挡就是几啊点钟。囡仔当然是赶袂赴去上课。بتركوك ف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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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شمس وأيام حارة طلاب معي ولاد صغار يعني بالساعات تستنى بدون أي سبب. 有当时以色列军人故意把车没收，叫囡仔直接用行的，行足远的才行会到学校。今年17岁的查某囡仔碧珊，逐工早起拢会帮弟弟妹妹穿好鞋，带因斗阵去学校上课。但是今年5月开始，以色列宣布西布伦南部的山区，因为是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所以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为着卖予以色列的军人抓到，毕山逐工带弟弟妹妹去上课，拢哪像滴冒险同款。مع هيك إحنا بنضطر نأخذ بمخاطرة ونروح من طرق ثانية أطول وخطر علينا بس بدنا نتعلم شو بدنا نعمل غير. 因为是真无简单，才会当一路来到学校上课，所有的囡仔拢非常认真，珍惜会用学习的机会。啊，不过有四间学校因为拢伫个以色列宣布的军事冲突地区，随时有可能去予以色列当局拆掉。学校的校长讲，其实这拢是以色列当局的借口，目的就是想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所以万一学校的校舍若是去予拆掉，就算大爆棚，伊嘛会坚持继续上课。记者甘美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